和华裔大佬王中磊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星梁颖吓得花容失色。说起华裔曾经的当家女星双冰，一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，他们都曾经为华裔的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。李冰冰和华裔大掌柜王中磊的关系就非常好，早期华裔为他争取了很多国际大牌代言，为他成功走向国际铺了一条大路，这跟王中磊的造福是脱不了关系的。虽然现在李冰冰已经自立门户了，但是他和华裔的感情从来没有断过。而范冰冰则和王中军交好，他们俩的感情可以说是亲如兄妹。王中军也在各处对这位妹妹多加关照，他们在各个场合都举止亲密，毫不避嫌，这也恰恰说明他们之间只是朋友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吧。作为制作人和出品方，王中军给范冰冰很多的电影资源，虽然没少借光，但是这次崔永元的风波中，范冰冰也受到了波及。看来真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呢。原本风光无限的华裔现在陷入了危难之中。那么除了范冰冰，曾经跟王中军关系亲密的女星们还有哪几位呢？周迅就曾经被传在一次活动开始之前大辣辣地坐在王中军的大腿上，这个够劲爆的，毕竟王中军是已婚，关系再好也要避嫌呢。但还好最后他们双方都发布了辟谣，表示两人不可能有这么亲密的举动。不过他们之间在活动中一同出现，王中军还曾经为周迅亲手戴上他所送的项链礼物，这关系也绝对不是寻常的同事关系吧。华裔一哥黄晓明的爱妻杨颖也跟老大王中磊关系不错，他们夫妇既是华裔的员工，也是华裔的股东，所以他们是合作伙伴。在一次活动中，大佬秀了一次力量，直接给 baby 来了一个公主抱，吓得他花容失色。加上当天穿的衣服比较宽松，他赶紧捂住胸口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大佬的玩笑是不是有点开过了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， baby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生气的。在他和小明哥的婚礼上，王中军还是证婚人呢。除此之外，在公开场合和王中磊亲密合影的还有很多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他所处的行业就是充满了无比漂亮的女明星们，而他作为一个老总，总难免要和他们接触的。其实他自己的家庭也是非常的幸福，他和妻子有一双儿女，大女儿王文也已经上大学了，一双大长腿生得相当漂亮，还有一个小儿子王源也在国内的贵族学校上学，还跟爸爸一起上过综艺节目。但我们见识到了超有涵养的富二代风范。王文也学习的就是电影相关专业，他在娱乐圈中也有很多朋友，最要好的就要树井百然，也让很多人猜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，其实这么也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日后学成归来会成为老爸的左膀右臂。而王源也很有霸道总裁气质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拍了一部电影，而且英文说的也特别流利，未来不管是继承爸爸的事业还是自己开创新的事业都是错不了的。